消息啊。嗓子这么轻快吗？上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飞起，谢谢大哥，感谢大哥的浪的飞起，先去招呼一下好大哥，感谢好大哥的浪的飞起，祝老百姓的一年越来越猛，越来越男人，越来越威武。上厕所，我尿急。我不知道我每天晚上怎么一到这个点就是。
妖姬。明天播呀，每天晚上都开播。怎么每次来我来就要下班了？你就不能来早一点啊？先去上班，我们不急。我真的急。不生气，这可不能乱说，嘴瓢了，没有那个意思。反正都毕了，继续来吧。啊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还有六分钟，让我好好的下班吧。下播了，小姨今天晚上的直播行程就要结束了，给你500下就老实了。我真你妈的服了，给我500下。
起偏偏向上。这下嘴真的有急事，你这逼样头会有什么急事啊？有什么急事也轮不到你这逼样头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再见。晚上10点钟再见。